戏的幕后实拍吧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颜丹看见十七火分是自己救的婴儿，十分伤心，因为心存怀疑寻颜丹求证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你走吧。你这般情况，只怕真的是十七梦。进来吧。我是一个废物仙子，什么仙阶仙法的，我都不想去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帝君请回吧。我在上头摘的头发。欢喜冤家，颜淡应冤的欢乐现场。陈元君，真是怪事儿，这地崖里面突然多出了一个池子，池子里面长满了莲花呢。外面还阴阴的，此刻屋内阳光变得这么好了，真是好兆头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去旅游吧。我们去旅游吧。我去哪里？干去啊！叮叮叮！这一套一套的，究竟是什么？这每个都有套路吗？多说话了。那我就着套吧。环环相扣，一扣接着一扣，真的太精致了。看到没有？战四以哈颜丹影院的神管爱情之旅。看到的屏风吻。实际上的屏风吻。进入幻境，幻境，幻境之后呢？然后你还在那笑啊？笑是这样吗？再给你变过这样的帝君吗？这哪是梦游啊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亲上他。啊！咱来个不一样的嘛，咱就来个不一样的岛啊！我没见着他怎么亲我呀？我这样他怎么？别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碰到就好了，就不要是。鼻子碰了，就是侧的这么碰到就行了，就感觉这样碰上、啊、对这个好，对好碰上之后，对啊，对啊，可以接着高一点的话，你鼻子碰上，可以，你不差的一下，会说你就多说点，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两个小朋友笑嘻嘻。